平安，咱伫顶礼拜牧师有用咱今年的主题，就是咱做伙来写新的一章，还是下一章，同写下一章的做做主题啊，就是咱今仔日圣经在同款的圣经在，不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提醒有较无同款的角度。咱伫顶礼拜有讲起到讲路加，伊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时阵。那亲像无写了，迄个中间，我每摆咧读到上到尾啊，迄集的时阵，我拢会想，罗家即马咧想啥？啊，其实我足感动，就是罗家邀请讲来，即马换咱的 our turn， 换咱做伙来写这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9章，难免难写，难免难写。可能是一个真值得咱去思考的。牧师用这个圣经节，底下有几项事要甲咱提醒。头一个，我带咱来想，保罗伊到伫罗马，伊毋是去旅游，伊也毋是去遐去自由传道，伊是互人掠去。你啊，伫了到伫罗马伫遐，啊，然后伫遐，伊准备来探讨解释，就是罗马皇帝会来处理伊个案件，就是上诉。咱就最高法院伫遐要上诉。我有时想想讲，咱哪阵是迄个情形的时阵，你大概做啥物代志？根据请一个足出名的律师，伫 DC 足出名的律师。写一个安尼真好诶，迄个上诉辩解文，对不？无那时候搁想看卖时阵，我家己吼嘛真敖讲，无我嘛来想看卖咧。啊，我吼对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对加萨利亚安尼，对耶路撒冷一红掠掠掠，上上上来到伫罗马，啊，沿路受这个弯曲的时阵，我应该安怎去处理？伊就伫遐咧想想想。我想这是普通人咱拢会安尼去做，敢毋是？但是圣经里比如写讲，保罗到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处税好，好，咱来知，伊毋是已经予人判刑哦，是准备要予人审判，所以是予人安那迄个居住的限制，予人讲你袂使哦袂走安尼。但是伫迄个所在，伊还佫有迄个某一款的自由，所以会当请人来来照顾，有人会当佮伊佮伊讲话。睡住，睡了的时阵，伊安那做？伊去邀请当地犹太人，伊在领袖犹太人来讲，来来来来来，咱来开讲，咱来讲起到，咱大家咧期待迄个比赛啊，保罗到伫迄款情形下面，头一个，伊无安那，无记恨。伊要伫遐安尼埋怨，要伫遐怨恨这犹太人。伊今仔日伊会互人安尼掠咧，安尼是上上上上上，啊上到罗马，啥物原因？因为原来你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1章的时阵，保罗伊到伫要到耶路撒冷，其实有两个人来阻挡。两个人阻挡拢有理由，因讲阮得到圣神的感动，你即届去吼真危险，可能去就无回来。那你我想想的讲，人信心就达这人感动啊，去达我主动，安尼我看认可吼，我找一条较好其他会安稳的路，或者留伫青山寨，免惊无茶糖啊烧。结果保罗伊坚持讲，我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第一点，其实咱华人看见的就是。保罗的心内里面，其实伊有足深足深对伊的同胞的疼。那像伊对伊的同胞犹太人，伊要扣分，伊互因害甲真凄惨，逼甲真凄惨的时阵，伊还讲我伊还要传福音给因。所以照伊以前的惯例，伊若到一个所在去，就招当地犹太人来讲，来来来，咱来开讲，咱来讲啥？咱来讲福音。你若看见。在这个彼得，彼得，在彼得后，
在天摩太后书、彼得后书，实在我有小可袂记哩。保罗讲伊讲一项事，就是不管是得时不得时，我拢应该爱继续咧传福音。会记哩这项事无？意思是讲，不管有顺利无顺利，我都爱继续来传福音。保罗他家内面一直拢有这款的想法。所以，伊到伫迄个所在去的时阵，伊无去想到伊家己的利益，无想到伊家己的权利，伊当然想到讲，我的责任了未了咧。啊，其实牧师要用咱来调整，咱的责任是啥？我是想想来讲，咱的责任敢是礼拜堂起好就好啊？真侪人来到咱的礼拜堂参观的时阵，讲哇，恁的礼拜堂足水的，啊，然后我家己拢感觉足歹势。过来安那，过来是安那。所以头一项保罗，你看伊虽然受到侪侪艰苦的时阵，伊无咧想着家己，伊就读个内面就想着讲，我要犹太人继续我的同胞来传福音。但是伊传福音有甚物款结果无？圣经里不是写讲，伊甲因讲讲完了，有人信，有人无信呢。啊，保罗伫遐足感慨，足感慨伫遐讲，哎，亲像先知以赛亚讲的啦。有内容，咱今仔话叫做讲，有人的目睭去哦，喇叭鼓的；有人的耳孔去哦，啥货？无论是牛屎啊，所以物件去塌掉咧，因为心去塌掉咧，所以因无法度听见福音是啥。拯救上帝，拯救是啥？弥赛亚是啥？不，这是保罗讲，无论如何，我嘛要去传。那嘛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福音继续往外邦人咧传，这是保罗的坚持。现在姊妹，我要用咱来调整。牧师顶礼拜讲道的时阵，其实有讲到几个错误，可能多位台湾回来，还佫读个还佫戆戆嘞。头一个路加只有24章，无28章，我硬讲28章去，因为我咧讲咧记《使徒行传》28章。第二，咱五年前，咱是立位，好，2012年，立位咱19，伫迄边，伫惠城迄边啊，礼拜煞。大概搬过来，有印象无？所以恁真正诶，头一届礼拜是2月26，啊，今年嘛多好，2月26多礼拜日。哦，感谢上帝。不过我想，我嘛是要咱大家来想的是，保罗迄款诶对福音诶热情甲坚持，是毋是会继续伫咱大人诶心内底下来？感动咱，大家喵，大家 push， 后来继续底下无别个的，这是咱的使命。保罗的态度，伊无扣分伊的同胞；保罗的态度，伊无看轻遐个外邦人。保罗的态度就讲，当我领受着上帝这个调命，我知影上帝疼我，我嘛要伊来跟人分享上帝疼。咱有这款的感悟，有这款的热情无？第二，保罗的《使徒行传》的28章的23节，甲31节，即个我会记哩啊。23节甲31节，伊拢讲，伊伫其他人讲，咧讲，伊讲的迄个道理啊，讲的话的内容咧讲啥？两个真重要，真重要。诶，这个主题，头一个伊讲伊到讲，国外耶稣就是咱的祖先，就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伫啊，苦苦咧等的弥赛亚，就是救主的意思。我即句讲，这个国外耶稣就是咱的救主。第二个，伊所要讲的重点就是，当耶稣基督降出世，即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迄也就是上帝国开始展开的时阵。虽然咱即马上帝国也未经也未看到完全实现，但是保罗伊伫遐为头到尾咧讲的内容，伊无咧讲哲学的问题，无咧讲心理学的问题，无咧讲社会的问题，也无咧讲其他经济的问题，伊要讲一项。我只有要讲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国话。
所以耶稣基督讲，我就是咱的弥赛亚，咱的救主，咱有这个人体会到。兄弟姊妹，咱每做会来写，咱的到咱的这个使徒行传的二十九章的时阵，我想起到讲，咱在开会的时阵，咱本来是每年每两年拢会出一本杂志叫做 Vision， 对不？后来我咧想讲，咱过几年呢？过五年吼，咱的教会要庆祝，应该庆祝了吼，就是咱的教会五十周年。如果来历史就安尼记载，咱对杂经班是1972年开始的时阵，那安尼2022年的时阵，五十年。啊，五十年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你也五十岁的时阵。有俩囡仔结婚啊，无定你开始当做阿公阿妈，无一定啦吼。但是换句话就是讲，咱差不多有已经到伫真成熟的情形的时候，五十岁。我讲，咱努力来编一本较大本的这款的咱的 vision。无听到安尼是一个会当来试看嘛呢？不过我期待讲这本诶 vision 内面的内容，当然咱来讲起讲对，咱的过去五十年内面，咱有甚物款的人，咱有甚物款的同工，咱有甚物款伫遮啊，遮付出，伫遮贡献，伫遮安尼，来大家敬我来。不过我最期待的是讲，这本内面的内容是啥讲？耶稣听我，我在命。因为记载的圣经，我真期待讲，在迄个内面，咱讲真侪故事，就是迄个国外耶稣跟我有甚么款关系？迄个国外耶稣安那咧改变我的性命？迄真是，我感觉这个教会袂歹，我来到这啊，这做礼拜，逐礼拜安尼坐，我嘛坐几十年了后，嘛是安尼，咱拢坐咧。一个礼拜叫做礼拜，一个啦，吼、哦，咱无站起来，啊，出去去邀请人来信耶稣。咱要写的信，我期待讲，咱过来五十周年的这个纪念这本的 vision 的时阵，是真正代表咱教会，咱来写《使徒行传》的二十九章。但是，迄个内容，迄个重点。应该肯定讲，耶稣基督每一个人，咱要讲起讲，耶稣基督安那咧改变我的性命，我嘛要用这款的感动来，我要跟人分享讲，你看，耶稣买单改变你的性命，你看耶稣买单，让你的性命变得更加丰富。这是第二项来去思考的，也是保罗读家内面一直拢肯定心内。伊到甚款的情形，伫困苦的情形，伊伫顺利的情形，伊拢要讲到国外耶稣。第三，就是咱咧讲起到讲，那安尼，即个上帝国是保罗伊讲起的另外一个第三的即个的重点。上帝国唔是咱咧想象的，就是有一个国家。然后有军队，有领土，有领袖。上帝国上重要的意思是讲上帝的公义啊，临到伫大家人的身上，互咱拢得到公平的款待，互咱拢得到尊严。啊，人甲人中间无伫遐牙刀三泼，无伫遐安尼，迄个啊互相伫遐伤害。上帝统治临到伫大家人的心中，或者句话是，咱拢行好伫上帝面前，唔通是单单举头三尺有神明尔。咱是拢举头，咱知影讲上帝伫遮，上帝嘛伫遮，用安尼，所以咱好宽待人。或者句话是，就是圣经内面讲的新天新地，迄款的目标。兄弟们，咱要记哩，保罗。伊底下足清楚，伊知伊的人生有限，但是伊讲无论如何，我五所菜标要抛走。中文叫做向着标杆直跑。我这个意思，迄是像你走，你比赛一样，头前有一个目标，我就迄个只拍拼伫遐咧走，这就是保罗。保罗的人生不是安尼喊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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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知影讲，伊是被上帝抓到，所以伊就爱传福音。伊知，伊不管伊
伊得时不得时，不管人要听唔听，伊安尼伫个五内传福音的中间，上帝兼在上帝国会当早一日实现。这个也就是咱咧写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九章的时阵，咱有一个目标，咱有一个目标，唔是咱拢坐伫遮啊，大家安尼真好。咱的目标不是让咱的教会更多人利益，乃是让咱的福音，上帝国的福音可以让更多人听到。教会不等于是上帝的国，记得，教会不等于是上帝的国。有时我有一个姊妹说，我去参观过很多间教会，细细的后吼，我以前对教会拢有一个足水的一个形象，即个拢信耶稣的人，足有听什么，大家人拢足好诶，大家人拢听使。结果吼，我伫伊讲伊伫头一间教会，伊拄着伤害了后，讲哎呦，太有人讲话讲安尼，伊就离开啊。伊过另外一间了后，哎啊，佫有人讲，哎停车的时阵，好啊停迄条行的，啊佫啊无啥注意着别人，拢无考虑别人。伊嘛离开，伊讲吼，牧师足歹势，我坐过啊，连坐过啊，教会了后，我才发觉讲吼，我迄个想法是唔对，无完全的教会，因为咱今仔坐伫遮个，拢是侪人、侪人组织的所在、的团体，我即句话是，咱拢有问题。啊，咱有拢有问题的时阵，咱拢唔只是人尔，咱拢有咱人的软弱、人的问题的时阵，大家斗阵的时阵，当然嘛有一寡问题都会出来。不过问题是，咱会当用信用，用信用来做反省，这是见证。教会无定位是上帝的国度，但是教会会当透过见证。予人看见，咱是得到拯救的罪人，咱是伫遐透过耶稣基督，透过上帝开咱，伫遐道伫遐咧进步的团体。我一句话，咱会当做见证，咱能见做个见证是头一项是啥？咱会通反省咱家己唔对的所在，会认罪。第二就是咱来改变，唔是牛看到伫地心嘛，个是牛。咱这只牛是安那有受洗的牛的时阵是圣神的，但能改变，予咱变作不共款的人，唔通阻挡，唔通限制圣神的开力。我常常爱让咱提醒这个问题：圣神若要伫咱中间做工的时阵，拢会带咱改变。你肯无？你肯无？这个是唔通要给你，咱都爱努力。继续透过咱所做，和上帝国度、国度底下来扩展，和人看见上帝的名，咱就讲上帝的名得到巩固。这也就是保罗的态度，所以保罗的态度是一开始，伊继续要传福音，不管如何拢要传福音。第二，伊要讲的内容就是国外耶稣，就是咱的救主。你有抓住咧无？你有要叫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无？改变你无？第三，伊唔是伫遐讲，啊，我着忙做过一工算一工。伊伫遐读下内面，你想的是讲，我变来透过我所做，予上帝国度早一日临到。那安尼，牧师有几点要同咱提醒。头一个，我无爱咱举手啦吼，啊，不过你家己心内有数，咱逐工有咧读圣经，有咧。灵修有在祈祷的人有偌济？这个所在，我常常爱同人讲讲，这个所在真侪人唔知影，咱可能翕相片应该爱放出来咱看。这个所在有咱当初来起礼拜堂的时阵，有安那，有真侪，有每一个家庭，大部分每一个家庭，还是每一个个人，你所爱的圣经在，有会记得无？写起来，啊，咱用迄个副背啊，来封起来了后，来摆做一个新的形。要讲啥？放伫这个所在。咱是讲放伫下面，去予地毯叠咧，就迄落，所以讲放伫这个所在。
这代表啥？咱的教会的地基是十二岁，上帝的话。唔通袂记哩，每摆我徛伫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我拢伫遐，搁一届来提醒我家己，是咱的教会地基是上帝的话啊，迄、那个精神是听。我常常爱来咱提醒讲，咱家己有咧读圣经灵修无？咱新的一年，咱拄啊过年，常常的新年新希望，不过到年底的时阵，拢讲啊，我期待明年再搁再来。好、哦，咱大家拢常常安尼。不过我期待，咱家己小可想看嘛咧，咱用地，甲人搭水果，甲人伫遐安尼，伫遐咧讲话，讲一挂五四三的话，迄只是伫遐安尼，拢唔知要装啥物货，啊是拢是伫遐咧，逐天咧看在新闻，诶，即款的情形，我请咱小停一下，你愿意？咱要来做会写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九章的时阵，咱若无准备好，你要人写啥？你要写啥？写讲我伫遮足好啊！咱下昼大家拢做伙食饭，大家拢做教会做亲切足好。然，我期待是你当写起耶稣基督甲你有啥物关系？那安尼，咱若无灵修、无亲近上帝的时阵，咱写袂出来啦。你的性命无当得到改变的时阵，写袂出来。第二，为着咱中间，或者是为着咱四周围，咱要有唔捌的，也唔捌耶稣基督，也未也是耶稣基督最能救主的人，为着因祈祷。一礼拜为着一个人，或者是你一年为着一个人，直到伊死咧，直到伊信耶稣为止，你肯无？咱中间。你去看一下，有人来到教会嘛一段时间啊，拢是咱的好朋友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特别节日的时阵，冒一个同乡拢会来，拢咱的好朋友。你肯为着伊祈祷无？第三，咱想看嘛，咱一礼拜中间咱讲话的内容。咱讲足侪拍球，咱讲足侪政治，咱讲足侪在一只行事。不过，咱求上唔是你肯答上帝讨，上帝啊，伫这礼拜中间，让我拄到一个人，我有机会甲伊讲到耶稣。讲到耶稣，唔能单讲，你着信耶稣才会得到救。啊，若无你若无信耶稣，你会落地狱。唔通用这个啦，用这个吼、哦，叫做世界利诱吼，会、哦、好康的啊，那无就是安那，你就去落地狱迄款的吼、哦。我用今仔日时代足侪人听，即个拢走到离苦卡，因为反感。但是咱会当甲人分享啥？我要甲你讲的耶稣是讲啥？耶稣安那改变我啦！我较早吼嘛做歹，我较早吼常常安那，但是因为耶稣的恩果，我伫遐道道的改变。咱无需要人讲，你看，我因为信耶稣了，我即马是 perfect， 我即马是完全的人，唔免安尼。但是你予人知影讲，我也阁足侪问题呢。但是吼，因为我信耶稣了，我的性命一直改变。我古早吼，若看到有迄落有啥物无顺利的代志时，我就嫌到尾啊吼，我家己拢感觉讲吼，我去死好啦。但是我今仔日我发觉讲，我信耶稣了，嘿。我知影耶稣教我弟弟，我就无惊呢。我知影耶稣教我弟弟，我拄伫遐困难的时阵，我足欢喜，因为我知每一摆在困难，我拢看见上帝的引带，迄是稳定满满的时阵。经过在困难了后，我知影讲，我就是人而已，我都爱挖苦，将我手伸出来，互上帝当我牵的。啊，我嘛知影讲安那，我若吼捧一杯茶，互人啉的时阵，我若去提一领衫，互人穿的时阵，迄个圣马太福音书二十五章所讲的，我若去款待一个人的时阵，我若去家家内面去探访人的时阵，我去关顾遐姊妹些人的时阵，我去关心一个新来的人的时阵，我去关心一个伫病院 rehab center， 还是在艰苦的人的时阵。咱拢有分伫上帝国度，
用安尼我含讲讲，你看我今仔会当安尼做，我古早是单单想家己尔。我今仔因为信耶稣的缘故，我的性命改变。兄弟们，你若人讲这个故事，人以后来讲，我嘛想要来做，我嘛想要来捌这个耶稣。像那，你古早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拢看到安尼个个。啊，即马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有小可无同款呢，小可。你讲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心中所做，这是第三项。第四项，保罗从伊大个所在 open house， 这对咱作者来讲实在是有困难，对我来讲我嘛足困难。我要去探访的时阵，牧师你莫来啦，啊若无吼，咱来去外面吼，咱来去外面做伙食饭就好啊。因为我若去吼，讲牧师，啊我原来去听吼，遐有报纸，遐有啥，遐有啥吼，啊我都拢，你来我再去整理，啊忝啦。你拢咧笑知影？你来阮兜，我嘛爱紧整理。牧师讲，来，咱长有四个牧师吼，对台湾来吼，唔通来传咱兜咧吼。阮厝吼，即马多对台湾倒来，行李拢还阁拍开咧。哎呦，咱拢同款啦，我将心比心。但是有时咱来想看嘛咧，咱无可能予人看见，咱是 perfect 了后，才发到邀请人来。你要予人看见的领导是一个什么所在？是一个亲像安尼水当当拢无人咧用的一个所在，或者是一个 home sweet home。你要予人看见领导小可乱乱啊，但是迄中间是充满着上帝疼、上帝温暖。保罗讲 open house。同你讲，迄伊细啦，啊伊也无啥物，伊也免去合啥物款的迄个行李，furniture， 迄个家私也是合啥，伊就底下准备讲要互人心欢 ，OK。所以人一个人底下尔，当然人要来，人有伊啊，人坐就好啊。啊，咱吼，伫只三十年啊，咱吼厝内面有够侪物件啦，吼啊，人也要来，咱就讲，不过咱试看嘛咧。小可整理了后 ，open house， 真侪人来到教会，伊无拄拄会当体会着耶稣基督的听，无拄会 feel comfortable， 但是因真侪人拽去领导，来领导，啊，你有捧茶出来，捧红豆汤出来，捧伊遐物件出来，大家坐伫遐讲话开讲的时阵，偌好嘞，伊就伫遐讲起耶稣的故事，讲起耶稣安那咧听我。啊！阮以前伫阮安那来到移民来到伫美国，哎，住伫美国，这故事内面，拢看见耶稣会听。伊来到恁家，伊袂感觉讲我来到教会，我就足紧张的。来到教，来个去到恁家，老欢喜的。兄弟姊妹，你 open house 的时阵，是一个机会，予人看听到福音。最后第五项，唔通看见咱所做。我拄好讲，保罗他家内面有一个足大的目标，就是伊的人生就是甲上帝国连做伙。伊每一天的生活，伊所做拢甲上帝国有关系。当然，意思是有时做歹代志，嘛甲上帝国有关系，会阻挡人，会阻挡上帝国的实现。但是伊讲，当我努力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我来去听人的时阵。你去听人的时阵，你下边一个人的时阵，你接待一个人客的时阵，你拢是在做甲上帝国有关系的事。唔通看见咱家己，唔通看见我安尼做也无啥。那安尼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上帝无了解，唔好讲去，但咱创造，然后互咱自家，当嘛咧艰苦。上帝未遐无聊，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时，拢有目的，拢有伊真重要、真重要的使命伫咱的心中，伫你的心中，伫我的心中。那安尼，咱减糖伫啊，安尼白食了米，啊伫安尼一日过一日，安尼闲的、闲的、闲的。但是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你所做，拢甲上帝国有关系。我一句话，你若一个安尼激一个，迄落安尼啊，人歹甲人冤家的时阵，你就是阻挡一个人进入上帝国。
当你好款待人去听人的时阵，当你你去写真正去下面一个人，你去款待，你去探访一个破病，也是信用良心倒退的人的时阵，你拢伫遐咧甲上帝同工，上甲上帝有关系。阮上帝帮助咱，咱要做回来写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九章。期待不是单单今年，咱咧想这个问题尔。我嘛期待不是单单这五年，咱到五十周年的时阵，哦 ，OK， 上帝啊，啊我交差了事，不是，是咱一世人永永远远的使命。当心啊，祈祷。